见离生死。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请跟我合掌，请跟我念：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观地藏王菩萨，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摄度一切众生，自归佛，
当愿众生发菩提心，消除贪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信因果，体证空性，消除愚痴我执，智归生。当愿众生忍辱慈悲，同理大众，消除嗔恚心，愿成佛道，普度众生。好，请放掌。首先要感谢东和玉、李东环老板、李居士，爹都啊，是我们战神师父的父亲啊，发起这一次法会，而且准备得很充分，自己开车去广告，我想这个就是一种热心啊，因为有法喜，做代志就是这样，你是主动了，你就觉得很快乐，法喜。更重要的快乐，就今天讲的慈悲的快乐，对别人、对众生有帮助，非常快乐。就像很多人，我们出家快不快乐？出家如果真能够把别人、众生都当作自己爸爸妈妈，而且真实能够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帮助，就像很多人三更半夜也愿意去帮人家助念，甚至到医院去照顾老人，虽然付出，但是他很快乐。这就是佛教里面讲的慈悲的快乐啊。所以当然世间人讲赚钱会有压力，没办法，为了生活。但是如果你把拿了钱去帮助贫穷的老人、需要帮助的对象，那时候你的所有的工作的痛苦都没有了。所以我讲佛法很简单啊，简单的说，为自己的、自私的就有痛苦了，那是为别人、为众生的慈悲，那你就快乐了。所以这种快乐，你会有用不完的体力，用不完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出家的意义。所以出家不见得说每个人都有因缘出家，念一下出离自私的家啊，那你就没有痛苦啊，离开了自私的心态，然后呢奉献给大家。就像我们啊，再鼓掌一下我们区长里长啊，如果说有这个机会能够服务整个区、整个里，哇，很快乐啊！比别人更好困，比别人更早起床啊！但是在一种不自私的就很快乐。但是如果有压力的，哦，我做里长就排名，然后他就会觉得啊很烦。所以我想佛法的重点在于改变心态，这样而已。啊，注意心的人，哦，我可以帮助病人好起来，啊，三更半夜人家跟我敲门，我也很快乐，因为我可以帮助他，啊，但是如果说，哎，我今晚下班了，你直接探监，别来给他弄门，你就拍命，啊，因为你看病人是为了赚钱，所以当然你会有生活上的压力。同样，我们出家人也是这个意思的，啊，没有礼拜六、礼拜天的，啊，不休息的。所以因为每天都很快乐，动机很重要啊。但是如果你的动机只是我只想啊静静的念阿弥陀佛，不要干扰我啊，谁来找我很烦，那你就不快乐了。甚至你还说找我念经，啊，给我钱，我不要念啊，因为你没有主动的心态，你就会很痛苦。那首先最要感恩的是三宝啊，因为有佛法，我们生命才可以改变。因为有一句话，不了解生命，生命对我们是惩罚，很痛苦啊。
小孩子从生出来就在痛苦，不但小孩子痛苦，爸爸妈妈也很痛苦，压力很大啊。所以这个生命终于生下来了，就要面对很多问题，乃至每一个阶段都要面对问题，赚钱的问题，生病的问题，老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啊。所以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个痛苦，是个压力。也因为如此，那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告诉我们所有生命的离苦得乐的原理，所以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做一个大皇帝，转轮圣王，他是能够做别人的皇帝，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人，有用吗？啊，所以他放弃了转轮圣王，他要去追求离苦得乐的方法，要以这个方法告诉所有轮回的友情，帮助他们，包括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我们叫六道轮回受苦友情啊。所以简单的说，来念一下：轮回就是痛苦。我本来今天要讲台语了，对，那是因为今天有几位我们大陆来的菩萨啊，所以就参的啊，但是讲台语比较亲切啊。那简单的说，学佛就是为了四个字，念一下：离苦得乐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世间的所有快乐都是痛苦的开始，你要在这个世间找快乐，那就是痛苦就来了啊。因为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不安定的、暂时的。你再有钱，你长得再漂亮，你们两个感情再好啊，凡是有生命都会生老病死，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痛苦的。为什么？你也讲诸行无常，所以无常，所以痛苦。无常就是变化，变化啊，一下健康，一下生病，一下白天，一下晚上啊。这个世间凡是存在的都会变化，就叫变化无常，所以痛苦。这一点我们要去思维。所以生命是个痛苦，感情是个痛苦，做高位的必定会下台，在一起的必定分开，有生命的必定死亡啊，有钱的还带不走。那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出家啊。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世间没有快乐，这个世间的快乐刚刚讲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像各位晚餐吃饱了不错，但是过了几个钟头肚子饿了啊。这个世间没有永恒的究竟的快乐，所以我们修行要得到快乐就是要得到自由。什么是自由？那要有智慧。一般人想说我有钱啊，我自由啊，我找到爱人了，我感情快乐自由了。事实上这个观念不正确。什么叫自由？不需要爱情的人，没有欲望的人，没爱睡眼，那叫自由啊。不生病了，自由。生老病死的痛苦轮回没有了，自由。就是佛教讲的究竟解脱啊。但是要得到究竟解脱，你要修行，因为释迦牟尼佛说他没有办法帮你修行，你脾气不好，佛陀也没办法啊。修行要靠自己，所以要一开始做不到，要守戒律，要控制；二方面要修禅定，你要开始练习啊，再来真实的把贪欲消除掉，叫智慧。所以在佛法让我们了解生命的道理啊，所以好慧的人第一个特色就是不要怪别人。各位家记一句，不要把痛苦怪别人，不要把痛苦怪外在的环境，这就是学佛第一个智慧。为什么？一切都是念一下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你长得不好看，怪别人吗？
今天你很穷，怪别人吗？所以这个都是自己种的因得的果，所以叫什么？来，因缘果报。所以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要从内心里面，那就是因。佛教里面最主要的，万法唯心造。一个人好好坏坏，痛苦快乐，是我们的心在主宰，不是神呢，不是佛，不是风水八字，我们的心主宰，外在的是影响你，影响你。比如说，祖先没超度，你也会过得不快乐。那这个不快乐，你要去找原因，我们叫冤亲债主。如果那这个原因也是要怪自己，为什么？祖先没超度，你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没孝顺，修行的方法不正确。修行的方法正确，捏着来一指得道，九玄七祖尽超生。你要了解正确的方法，祖先超度，冤亲债主不欠人家债，那你就得到暂时的快乐。所以那佛法必须要透过听闻，各位爱听爱研究爱思维，然后了解道理，道理了解还得要修行。不然的话，你说我欲望很强，但是你不想修行，那你这个欲望控制不了，对不对？男人娶了老婆，哎呦，还想要去外面找小三，还要去好色一下，他控制不了。一个女孩子18岁、20岁，叫她不要去谈恋爱，她很痛苦，她很寂寞。那这个痛苦寂寞，她不想解决，她只想我找到一个男人谈恋爱，我就不痛苦了。事实上呢，是痛苦的开始。但是究竟的原因就是你有一个我想要谈恋爱。我想要抓住什么，这才是你痛苦的因。一般人不从内里面解决，只想要从外面。就像喝酒的人没喝酒不很痛苦，他要买酒；吸毒的人没有毒品很痛苦，抢钱偷钱他都要买毒品来吃。那事实上你把毒戒掉了，那就解决了，快乐了。但是要戒毒这个过程很苦的我已经对你讲了，那戒毒的人打几年，真的是弄饼削饼，这样啦。他们跟我说，那骨头像蚂蚁在咬啊，戒毒的过程。蚂蚁在咬骨头，你看到那种挣扎。然后呢，关了几个月，终于瘾就过去了。但是问题是，基因在了，只要有人勾引他，他又吸毒了。所以能够把毒完全的戒掉，生命就快乐了。所以佛教说，生命的痛苦来自于捏下来三毒，可以说生命之毒，让我们生命很痛苦的，就是有这个三毒。什么叫三毒？各位都知道，你是猪八戒、沙悟净、孙悟空，西游记里面讲，猪八戒代表贪心，贪第八戒。各位贪不贪心？每个都很好色。爱家爱困，大家都爱睡爱好命，大家都贪，所以佛教说我们的贪心就是那只猪八戒。所以贪心要守戒律，要说报关斋戒断贪欲。我们的嗔恨心要控制，这个叫沙悟净。所以沙悟净从来都不笑，对不对？弥陀佛不求，代表我们的嗔恨心。那如果你有嗔恨心，那就会造业下地狱。所以佛经说，你讲贪心作恶鬼，嗔恚下地狱，愚痴作畜生，所以叫孙悟空。孙悟空是猴子啊，畜生啊，这叫搞就跳就跳。但是呢，这跳那是世间的聪明，不是智慧。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有贪嗔痴三毒控制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体、嘴巴、心态会造业，辛苦的去杀生吃肉，要来跋筊偷提钱，要来找查甫找查某叫邪淫，心情若无好，骂人，骂人骗人，讲是非造口业，然后内心里面又起了贪嗔痴，叫身口意造业，造业，那你就。领受业报生死轮回，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生命的答案。所以每次我们都会拜佛像啊，感恩佛像，供养佛陀。所以以这个感恩的心跟礼拜，为什么要礼拜？念一下，依教奉行。哎，各位爱鬼都爱拜，鬼都爱拜，消除我慢。我不敢用我的想法来做事情。我既然是三宝弟子，我按照释迦牟尼佛，按照观世音菩萨的法来做事。跟他郭大郎要决定重要的代志来把杯，对不对？把杯抽签，他不敢用自己的想法。啊，这个是很重要。那现在的人读书读太多，都用自己的想法在决定事情，那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那我们学佛是，我们已经就近了解释迦牟尼佛圆满觉悟啊，具足三种特性，念一下：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所以我们叫大雄宝殿啊。佛陀是把人的三种特性变成三种圆满。人有知识，把知识变成大智慧；人有感情啊，但佛陀没有感情的痛苦。佛陀的感情是爱一切众生，你杀他、骗他、对他好、对他不好、认不认识他，佛陀皆关心我们，皆爱我们。所以要把感情发挥到变成慈悲啊。一般人是我要考博士，我要做董事长，我要买房子，有个意志力。人类说我要第一名，我要登上月球啊，但是佛陀的意志是一种大雄力，他的意志是一种愿力啊。念一下：当愿众生离苦得乐啊。佛陀的愿是希望所有轮回的众生都离开痛苦，这种大愿力，而不是一种自私个人的意志。所以佛陀把有情众生的三种特性发挥到最圆满哦，所以我们皈依佛陀，跟他学。世间的神还在轮回，玉皇大帝、上帝是佛陀的护法，但是天道还在轮回啊，所以我们叫六道轮回。那轮回就是痛苦，比如说你现在出生到100岁都不会生病，但是100岁以后开始要病，病几天死掉，死掉以后还要去轮回，那在前面这100天不生病也没用啊，最后还是苦啊。天道的众生寿命很长，3600万岁、几亿岁，很快乐，但是快乐享受完了，它叫堕落轮回，出生到鬼道，所以叫不究竟啊，不究竟。那站在佛教，我们希望得到究竟的快乐。念一下：究竟涅槃。什么叫涅槃呢？生命轮回痛苦停止了，叫涅槃啊。但是涅槃来自于我们的心态，你如何让生命得到究竟的快乐涅槃呢？那你不要起心动念啊，这样就好了啊。所以佛教叫无生，你内心里面一起心动念，我爱我恨，那你又开始造业，然后又轮回了。所以刚刚说贪心变恶鬼，嗔恨心下地狱，愚痴做畜生。所以只要你有贪嗔痴，那你势必一定会造作啊，叫造业。有这个业的力量，你势必被业力牵扯，六道轮回，生老病死。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那自己了解还不够，如何帮助所有爸爸妈妈都了解？就像有人我说，海涛法师，你们为什么要出家？因为我爸爸妈妈没修行啊，我尽管怎么修行，我尽管怎么赚钱，我不能够解决父母的轮回痛苦，那我就是不孝啊！我一定要让父母现世快乐，来世快乐，将来解脱乃至成佛。就像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虽然他的妈妈死后升天了啊。地藏本愿经是在天上讲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的地方。那佛陀为什么要讲？因为摩耶夫人在天上做天人，天人很快乐，将来还是要轮回。所以释迦牟尼佛借这个机会到天上跟所有天神
世间的山神海神，讲了地藏本愿经，讲了六道轮回业报差别的道理，愿他们都脱离轮回，发菩提心，不要只追求自己的快乐。所以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顺啊！所以地藏本愿经叫孝顺的经典。大势至菩萨一样，虽然他出家了，爸爸妈妈死了，他把骨灰放在头上，我要精进修行，直到我的父母超度，骨灰发光啊！后来骨灰发光啊，哦，可以利益众生。所以我想孝顺，那要有，不是光这一辈子孝顺，生生世世所要让所有的父母都就近解脱乃至成佛，那才叫孝顺。但是我们不是光这一辈子有爸爸妈妈，即系南无老北老母，丁系南无老北老母，我们有七世父母，七代表无量，七七七七七，所以我们无量世的轮回里面就有无量世的爸爸妈妈，无量世的兄弟姐妹，所以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各位你该想，轮回几百万次了，出生在我们家里的一只蟑螂蚂蚁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就是佛教的道理。所以念这边来，众生都是过去父母，众生皆可成佛，对，众生都是父母，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大乘佛教如何帮助所有众生父母都离苦得乐，皆解脱，皆成佛，那叫菩萨戒。所以咱大乘佛教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救苦救难，只要有痛苦，菩萨就会来投胎啊！世间都没有痛苦轮回了，菩萨的轮回才停止，这个就是菩萨道，大慈大悲。所以各位听我的说，所谓慈悲的快乐，当你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为了救苦救难，慈悲对你来讲，那生命就是来救苦救难，虽然很痛苦，但是很快乐。就像妈妈怀孕很痛苦，还要剖肚子，生小孩很痛苦，养小孩很痛苦，那妈妈身体痛苦，那心里快乐，那这种快乐还是不究竟的。因为呢，老母爱囝也是个主书的啊，不究竟。但是佛菩萨的慈悲是骗一切处的。所以为什么出橄榄会假菜，我们李居士今天还买了200多个便当，希望各位来吃素啊，就是不要给各位吃吧啊，如果你少吃一顿肉，就少了很多杀生。所以佛经说啊，叫拍天啊，啊是这个属性来，吃肉就是吃白母，抬众生就是抬白母。各位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哎呀，所以像以前人家拿饭给我们吃到日本，除了白饭其他都不敢，嘿，弄起北部为吧，吃白饭就好，不敢吃。因为你了解了，念一下，因为了解所以慈悲啊，慈悲是要有智慧的。既然众生拢做给北部拢佛性，咱袂使将家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众生的痛苦。所以我今天吃了一顿新的素食，我们战胜法师说我们后里新开的了，不错。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办一个活动，阿拜初一十五啊，我们就大家出钱啊，买素食便当免费，最好跟独居老人结缘，好不好啊？我们在鼓掌，首先要感谢我们禅慈法师这几位法师啊，每天都煮素食，还拿2个，中午吃完，晚上还要吃，那这个就是结缘呢。虽然煮便当的过程大家很累，看到这些爸爸妈妈来吃素，少杀生，少吃肉，多一点健康，快乐啊！所以颇度众生，对天道、对人道、对阿修罗道，各位外面他们在点香，等一下发给大家一支香。用这支香来供佛，用这支香来帮助六道众生，特别恶鬼道
出家人到晚上一定会失食，啊，暴食和恶鬼的。出家人有的暗时拢无食饭，啊，有的有食饭拢无要紧。但是不管有食饭无食饭啊，四点半一到就会蒙山失食，啊，让孤魂野鬼吃饱了，自己才安心吃饭。啊，就像上回来我们李居士，我们里长慈悲叫我们去七星岩是吧？啊，一到那古塔，哇，在那边暴食洗不脱，一到无视孤魂。啊，黑龙江咱的北部，啊，管理人还慈悲，迄、那个万善堂门个拍开，我一个入去，哦，拢骨头，啊，几千百具的头啊、脚、身躯啊、骨头啊，啊，这个很好，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一个处理性，哇，狼系北骨啦、啊，有什么堂围来围去拢赶快呢，啊，而且系啊，佫无人佮拜。请问，无人甲拜会超度未？除非伊在生做了就好，食菜念佛乞丐。伊若在生无食菜念佛乞丐，死了后一定轮回，大部分做鬼，鬼都无人吃。所以无人吃，还希望我们去做普渡啊。所以咱台湾人很好，七月份拢爱普渡。不过话讲回来，难道鬼敢那七月份通我食饭，村人拢袂使吃吗？啊，这是错误的观念。鬼道的饥渴超过于人类百千万倍，就像牛一样，牛不吃东西好像活不下来，二十四小时都在吃吃吃吃，这样吃跟消化。啊，那恶鬼道，恶鬼道是从早到晚都在饥饿，都在痛苦，一肚子饿就会吐火，一直吐火。他们的寿命，念一下，170万年。170万年都在饥饿、痛苦、吐火，这样。所以各位，你若了解恶鬼道的艰苦啊，麻烦你逐工拢在门口点一支香啊，啊，门口逐工拢在门口放一杯水，放几粒仔米，逐工要食饭啊，七粒米，七粒饭，哦，给伊弹出去门口，往阿凤，窗阿门拍开，甲弹出去，往阿凤，啊，凤就是清净，阿变做最凤就是伊食会着。然后给他念观世音菩萨，希望他脱离轮回，因为请佛菩萨给他加持，每天都要做。啊，嘛，咱中国人也有一个习惯，初一十五拜祖先，啊，不然你就找15家吃饭就好了。没啦，祖先找15家在吃，那也是错误的观念。每天吃饭都要这样念，来，对我念，哎，每天要吃饭，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供养一切佛法行啊！咱台湾有文殊公啊、上帝啊、公啊、妈祖啊，迄拢是佛法行。先供养佛法身，供养护法善神。再来第三个，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这句话一定要念。北部即是北部，外条还好无？外条还好，咱来观想供养嘛。祖先历代祖先啊，晚清这组，晚清这组的堕胎的啦，过去咱讲台死的啦，该吃伊的肉啊，啊，我今嘛要回应回，所以这真要紧来，供养北部祖先，晚清这组，供养完以后，再拿一点饭菜去马靠，供养一切众生，包括遐动物啦，哎，高遐啦，特别是孤魂野鬼。啊，然后自己才吃饭，这个叫慈悲啊，因为你了解了哦，三宝爱供养，佛法行感恩，对不对？北部祖先啊，晚清这组你要供养，那你就欢喜，然后过来布施六道众生。什么叫慈悲？来，承担即是慈悲，慈悲是一种责任。今天我是消防员，所有的火灾是我的责任。啊，那今天护理里长来，护理的大小项代志是不是咱里长的责任？是不是？安尼里长有功德，负责任就有功德。啊，功德来自于负责任、承担。啊，所以我想做个法师，做个校长，做个里长，做个市长。现在台湾要选总统了。
做个总统是不是个责任？不是权力，是责任，是一种承担，而不是一种得到。这个才是民主风范啊！所以我们要找那种有责任的人，有能力的人啊。那选贤与能嘛，这个意思。所以懂佛教以后，那你的看法不一样了啊！哦，老爸，咱的爸母是咱的责任，咱的囝嘛，咱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所以慈悲包含承担，包含责任。慈悲是一种感受，感受到对方的快乐跟痛苦，所以愿把对方的快乐痛苦成为自己生命的责任，这叫慈悲。因为有这个悲心，所以我愿意去做医生，所有的病人是我的责任，有没有生病，有没有钱，我都要帮助啊。为了如此，要深入更多医学方法，帮助更多离苦得乐的方法。我想佛教的教育不是说每个人都出家，每个人都有这种思想，不管你是卖面的、开车的、做里长的、做院长的、做校长的、做法师的、做典狱长的，你都有一个慈悲的责任。那个时候对你这个责任是个快乐啊，能够帮助别人，快不快乐？快乐。简单的说，念一下，帮助别人才是帮助自己，这就是生命的快乐。人活着是要增加自己被利用价值啊！我真希望各位是学生啊，小学就要教了，读书是为了增加自己被利用价值，读书是会学会做人的道理，不是要考第一名比赛的啊，而是要我到学校能够服务多少人，这才叫生命的智慧，生命的成长。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待遇，为了知名度，哦，我是博士哦，我是大学生呢，那他不会做事了，他想要得到。所以我想佛教很重要，每个人了解一个生命的意义跟动机，然后来投胎做人，做人就不是痛苦。如果不了解生命的道理，那叫迷失啊。佛陀叫觉悟者，觉了，了解了啊，了解生命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投胎做人很有意义，有人可以成佛。不了解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真是个痛苦，只想要逃避痛苦，那大家嘛就好拜拜拜拜拜拜拜妈祖，好啊，别破病啊。但是妈祖公我嘛不要懂，他想办法帮助你，但是决定在你自己啊。好，大家有没有一支香啊？那我们拿这一支香来上供下施啊。大家对我念，后摆你若提香，就安尼念就好啦。啊，首先香拿起来，啊，上这个香改净化。这支香可能放过地上啊，如何如何啊，所以要把香净化。啊，念一下，嗡阿吽，嗡就是清净啊，阿一支香变无量的香，吽香变成甘露。这个香里面有药，有食物做成的，所以味道很好。嗡阿吽。再来要点香，也要念这三个字：让样康，让就是会，样就是风啊，你不风嘛，别晒啊，康水啊，这个香本身有经过潮湿才晒干的，所以要有这个啊地水火风的配合，这个香才会燃起来。然后呢，怎么念啊？跟我念来，供养三宝，护法善神。回向六道众生，父母祖先，冤亲债主，离苦得乐，同成佛道。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啊，所以各位一支香啊，我特别要介绍啊，里面有药，有甘露，可以上供下施，多好。然后仪轨来。各位没有本子没关系，跟我念来，让样看，嗡阿吽，如海妙玉，清净此云供，供养三根本，以轮涅尊，集资除障，祈求慈悲度。啊，各位阿伯也在背了，在八十几页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香哦，变成了天顶的云海人者，如海妙玉，清净慈云供，供养佛法僧三宝哦，供养师父，所有的菩萨。为什么要供养？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佛菩萨？念一下，集资除障，祈求慈悲度。我们是为了累积成佛的资粮，也为了消业障，祈求三宝加持我们啊，拔度我们，这样。这是第一个在祈求拜佛拜菩萨，是为了消业障、累积福报，希望佛菩萨超度咱啊，带咱解脱，带咱成佛。第二个来供养具备功德诸护法，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啊，这些有功德的大护法，上帝、玉皇大帝、太阳公、太阴娘娘、城隍爷，台湾这么多的。啊，玄天上帝、关圣帝君这些具有功德的护法，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希望伊欢喜，伊若欢喜满足，咱修行就无障碍啊！啊，而且还有助缘，这是上供这两个部分，三念是三宝、护法神。那上供完以后要下施，来慈悲回向，六道诸众生。祈愿离苦，获得一切乐，啊！那我们除了上供，也要慈悲回向，希望这个功德给六道的众生，因为六道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愿他们离苦得乐，啊！再来第四个，回向鬼神、冤亲债主者，祈愿熄灭恶意，得利乐，啊！咱嘛爱回向我孤魂野鬼。北部周身堕胎胎儿完亲借助，这边我们身上生病的时候啊，生病这里面有药，生病一定有个鬼神冤亲债主护的辛苦啊，你给他敲刀向伊忏悔啊，你去吃药看医生啊就好啊，你无给他敲刀，无给他忏悔，开刀嘛袂好啊，所以这个道理每个都会背。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三个理由，再背一次来，业病。鬼神病，四大病，业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贪嗔痴造业，所以会生病。所以这个你要持咒啊、诵经啊、忏悔啊、三昧水忏，这个业障病才会消除。啊，那第二个鬼神病，造业的过程，如果是你杀死一只蛇，像我杀死一只蛇，痛了二十几年，那一只蛇让我同学自杀了，先让我同学自杀，然后再来缠我，一只蛇而已。啊，一只蛇而已，所以这个叫鬼神。那鬼神，你除了向他忏悔，爱给他敲刀，爱给他敲刀。你不超度他，他会让你得癌症。你死了没关系，让你儿子再得癌症；儿子死了没关系，再让孙子得癌症，啊，找你报仇。啊，报仇很恐怖的。所以各位要超度鬼神，要很虔诚，要很虔诚。你不虔诚的话，抓你走，老被诛杀，干个诛杀，干诛杀。啊，我孙哥祖善，为什么家里自杀好几个？因为家里有一个自杀鬼，你没超度。各位是真的哦，所以咱台湾很好，我们台湾有那个真正的当机啊，有时候他讲得很准。来恭候了，爱假哈，爱假那边讲，啊，真正的当机，他讲出来的道理你可以参考，因为他看得到鬼神的问题。那你知道了，那你就虔诚了，改忏悔，改做功德。不欠他多，所以叫冤亲债主，希望他不要有不好的念头啊，所以这个意思。再念一次，来回向鬼神、冤亲债主者，祈愿熄灭恶意，得利乐。啊，咱机关伊卖有歹的意念要受害啦，得到你快乐啦，不然呢啊，这人就要死啊，偏偏会较艰苦，安尼直直开刀。啊，这个囡啊，暗时就去靠靠看天光，哎，冤亲债主就来找他麻烦。白天又好好，晚上就发疯。啊，这个鬼神作怪，各位这个要超度。所以你只要做功德，一定要记得回向给他。如果你不回向给他，哎，就像你今天有钱了、啊，不还人家债，还出国去玩，你回来以后他就打你，一定会是这样。啊，你明明有功德，为什么不还给我？
啊，你去享受你的功德，所以他就会起坏的念头，就会伤害你，这是真的。开车就会撞到，啊，生意就会失败，家里就会遭小偷，所以一定要回向，啊，回向鬼神冤亲债主，希望他得利益安乐。啊，这个叫四宾客，再背一次，供养三宝，供养护法神，回向六道众生，回向冤亲债主、父母祖先，或是鬼神冤亲债主，然后都安顿好了。啊，目的呢？来念一下：一切轮涅众生，悟无缘，祈愿三轮清净，解法界。我们这样子供养他们，无所求，希望所有六道众生身口意都没痛苦，三业清净，了解了智慧法界体性质，能够开悟得解脱。然后呢，现在我们绕一下嗡阿哄，念嗡阿哄，三宝欢喜，护法神欢喜，众生也欢喜，冤亲债主、父母祖先同享功德。来，嗡阿哄，嗡阿哄，嗡阿哄。然后呢，也希望他们不生病，阿公破病爱被超度，囝有在另外一个有缘的孙，买破同款的病。所以你若给伊帮助啊，伊袂破病啊，那子孙就袂破病，这个很重要啊，啊，很重要。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有药，念一下：南无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随心满愿药师佛。那药师法门呢，是让他有钱、有衣服、有食物吃、有药啊，而且给他佛法，叫随心满愿药师佛啊。所以这里面也有药，哎，也有用一些金箔啊，哎，金赶快布施钱给他。所以各位呢，要不要修金座？你莫摇头，你讲修淡薄。为什么摇头？哎呦，我学佛了，我师父叫我卖修金砖，你不了解，你师父不神通呢。他认为佛教是佛教，道教是道教，这两个兄弟不合，没有这个事情了。道教，那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佛法是超越宗教的，而不是佛教。我是拜佛的，我就不去拜王爷，错了。我们是归佛，感恩王爷，感恩土地公。所以各位，你现在学佛了，请问你除了土地公要不要拜？要感恩，不是拜了，感恩，感恩土地公，感恩灶公，不然你生意做不起来哦。呵呵，这些护法神哦，感恩成六，如果你有生小孩子，感谢床母，就是欢喜菩萨，小孩子平安呢，不容易生病，晚上不会哭啊，这些都要。所以我们现在念一下药师咒，那各位观想他们得到药啊。来，南无药师佛，念一下药师咒。来，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喇婆诃喇奢耶耽他揭陀耶阿难阿帝三藐三菩提耶达智塔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萨摩揭谛梭哈。好，各位把香往旁边传，然后义工菩萨会把我们拿到外面点，不会干扰到别人，众生欢喜。这个时候念观音菩萨，念六字大明咒。来，观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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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1月20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弘法行程。12月11号星期一，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一千劫，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2号星期二，感天大地许真人千秋燃灯节、宗喀巴大师圆寂日、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3号星期三，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4号星期四，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5号星期五，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90劫，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6号星期六，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除罪7000劫。晚上6点半，兰卡威搭船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2月17号星期日，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8000劫。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9亿倍。下午2点半。兰卡威出海放生。晚上7点，幸运泰寺慈悲施食超度法会，点灯、供水、药供。12月18号星期一，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9亿倍。新加坡第四届短期出家圆满。12月20号星期三，下午4点至9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佛法讲座。12月21号星期四，南安尊王千秋，下午2点至10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大蒙山施食超度法会。12月22号星期五，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下午3点，主题以大悲心立身。晚上7点，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12月2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马来西亚新山 SAF 帆船俱乐部慈悲放生活动。12月24号星期日，下午2点，马来西亚新山慈悲协会洒净。晚上7点，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佛法开示，讲题幸福与快乐。12月25号星期一，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劫，上午9点，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八关斋戒。12月27号星期三，上午9点，
马来西亚富恩园风水墓园山庄慈悲施食超度法会，晚上七点八瞻佛学会佛法讲座，讲题如何快乐的学佛。更加十分大着拥有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点是海涛法师2018年日本世界遗产高野山、比瑞山、京都古寺暨西国33所关东观音林场参拜之旅15天，恭请海涛法师领众，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5月2号星期三，共15天，行程安排世界遗产高野山金刚峰寺、奥之院、前蓝大塔、大阪寺院参访、比瑞山、大阪神户古寺、京都唐招提寺、滋贺县琵琶湖宝岩寺、三重县伊势、伊势神宫内宫外宫、静冈县九能山东照宫、横滨市总持四本山等等。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联络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孩子的身口意，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常相左右，处处关照。